여기서 울러 왔던 너, 좀 머리 둥절한 표정이 예전 나와 같아. 괜찮아, 잘 될 거야. 너에겐 눈부신 미래가 있어. 괜찮아, 잘 될 거야. 우린 널 믿어 의심치 않아. 너만의 살아가야 할 이유, 그게 무엇이 됐든 없이만 산다면 그것이 슈퍼스타. 괜찮아, 잘 될 거야. 너에게 눈부신 미래가 있어. 괜찮아, 잘 될 거야. 우린 널 믿어 의심치 않아. 널 힘들게 했던 阿妈姐，你乖，翻过去，阿妈平安，顺心，吃饭哩。对对对对。哈哈哈哈哈哈！你请假请家己讲，吼，你学问真深。白头偕老，永浴爱河啦。就像我们在座的，咱这哈，像我跟我太太一样，这样。好，谢谢。阿妈姐，老财，幸福健康，好。行进叔叔如意，祝你们两个幸福过一生，这就请喝茶，早生贵子，百年好合，百年好合，请喝茶，人生请喝茶，谢谢老婆，会让你永远幸福的，妈妈请喝茶，妈妈请喝茶，幸福快乐，白头偕老。Sepia tone, loving. Love is the answer, at least for most of the questions in my heart. Like, why are we here and where do we go? 老婆，我来娶你了。It's not always easy, sometimes life can be deceiving. I'll tell you one thing, it's always better. 范仲瑞，终于来到这关了。我想，你应该已经做好准备了吧？有本事就来试试看。第一关，快问快答。请问你们交往之后，听过最多是谁的演唱会？五月天。对。你们在一起之后，最第一次收到的圣诞节礼物是什么？二买的围巾。一。是围巾。是围巾，但是是色。色。一。二。一。哦，也是会痛。三。板桥高铁站到高雄高铁站大约几公里？我们请看。286。都蛮多，再多一点。386。有。第二关是糖果五点秋香，请问哪个是真心的笑？娃娃的很像骨头哎。A 吗？我看一下答案是不是 A？ 恭喜你。B 吗？答案是 B 吗？我来看一下这选答案是不是 B 哦。恭喜你。B 吗？你确定哦？这就答案是 B。哇，好开心。谢谢谢谢，可以吗？可以吗？爱情宣言，老婆烦恼时要温柔安抚，
分忧解劳，不得有火上加油之行为。这很重要哦。他怎么都知道我坐在火上？亲爱的老婆，你有听到吗？有听到，但没感情。要再一次。老婆，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请你嫁给我。爸爸妈妈，谢谢你们照顾婷婷这么多年，往后的日子就交给我照顾她，谢谢你们的养育之恩。好照顾她，好保护她，你要将你嫁给你的。好，有些事情两个要好好商量，然后尽量不要什么口角，有什么事情隔天就把它忘掉，这样子才会长长久久。30年的时间好像很长，然后没想到已经到了要离开家里的那一天。谢谢爸爸妈妈一直以来辛苦的养育我们，让我们能在温暖健康的环境下成长。虽然是嫁女儿，但你们却是多了一个女婿。未来我们会互相扶持，也会一起孝顺你们。你们也要记得好好照顾自己。